镜头等下讲来代替泰勒国会事故，更是不安周年。早起9:28，也是去年代志发生时间，全台的车拢等待30秒，哀悼罹难人员，加上登去事发地点哀悼亲人。安那今案代替卖伫台北车头举行追思会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交通部长王国材拢会出席。早起9:28，绿色的列车发出催泪声，因为这是代替泰鲁阁号列车事故发生的时间。事故一周年，这一天代替总动员，全线列车无分地点、车种、时间，一到催泪声响30秒，用声音来悼念殉职司机员甲罹难的旅客。有点想到那个事件，然后大家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是左看右看，然后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。大家其实那时候感觉，包括我在内，是有点紧张的，感到也很伤心啦。那希望就是以后的事故就可以避免掉这样子，因为大家真的都是一条很宝贵的生命。最雷声响起，每一秒听起来拢正叮当，因为这事故带走49条生命，造成严重死伤。不少罹难者家属重回事故地点，炸火来悼念。点点七八三，罹难者家属到追悼现场，在事发地等待，也唤起伤心的记忆，甲亲人也不好多转来听。今仔日地狱就无做，啊，害我遐死遐尼济人，啊，你哪只鬼？不只在花莲的总督现场举行追悼会，4月7日7点代替也要在台北车站南广场举办感恩追思会。届时阵，行政院长苏贞昌、交通部长王国材拢会来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